第二课，我们那儿的冬天跟北京一样冷。一，课文。一，我们那儿的冬天跟北京一样冷。罗兰，你们国家的时间跟北京不一样吧？当然不一样。我们那儿跟北京有7个小时的时差呢。你们那儿早还是北京早？北京比我们那儿早7个小时。现在，北京是上午8点多，我们那儿才夜里1点多。季节跟北京一样吗？季节跟北京一样。也是春、夏、秋、冬4个季节。气候跟北京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北京的夏天很热，我们那儿夏天没有这么热。冬天冷不冷？冬天跟北京一样冷，但是不常刮大风。常下雪吗？不但常常下雪，而且下得很大。北京呢？北京冬天不常下雪。二，我跟你不一样。这次你考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综合课考了95分。听力跟阅读一样，都是90分。口语考得不太好，只考了85分。你呢？你比我考得好。我的阅读跟你考得一样。综合课和听力课都没有你考得好，只得了80分。听写我没考好，有的汉字不会写。好了，不谈考试了。我问你，周末有什么打算？出去玩吗？出去。最近我常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。是吗？你怎么对历史产生兴趣了？学了京剧以后，我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。有一天，我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画册，是介绍中国历史的。看了以后，就想到历史博物馆去看看。你打算研究中国历史吗？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喜欢老的，我喜欢新的。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一切都很感兴趣。二，生词。国家，一样，时差，夜，季节，春，春天，夏，夏天，秋，秋天，热，冷，刮风，风，下雪，雪，下雨，不但，而且，得，分，听写，周末，出去，历史，产生，画册，研究，只是。
老、改革、开放、一切。五、练习。一、语音。一、变音变调。季节、拒绝、一样、异样。家乡、加强、气候、机构、指示、知识、一切、一些。